藤井麻友，有听到吗 ？Hello， 三人宝贝，谢谢你的 Pop Cat， 谢谢 Lincoln 的 Pop Cat， 谢谢江江的 Pop Cat。Hello， 小维酷酷猫，谢谢江江的 Pop Cat。那某 X 小五不是星期六哦，今天是加开，因为我今天是加开哦，我明天还是会开哦。三二一，我念了，耶！我怎么按不到？天哪，我怎么按不到？你按不到的是，按不到钱包的是，你按不到钱包，按不到钱包，不是钱包，按不到红包，按不到红包，我按不到红包呢。按不到红包呢，因为速报第二名，所以我就加开了。今天没有爱今天了，然后对，但是我按不到，真的是我一直按它，但是按不到，真的是不给我抢红包就对了，没关系，你们抢吧。哼，谢谢小五，哈喽桃花哥 ，Hello 大家好。哎，那那的，为什么我按不到？哭哭，我跟你说，我刚刚回来，然后下超大。然后，嘿，我真的是全身湿了，你知道吗？你看我的头发还湿湿的，看得出来吗？所以说是姐姐PO错了吗？没有啊，我今天是加开。我昨天问姐姐说，哎，前天问姐姐说，我这两天可以加开吗？她就说我还是你选一天开吧，然后就选今天开。来这种干玻璃真心比熊的嘞哟，给我们这台风。台风天，台风天。なんで今日しか開かないっていうと、あの2日間あのちゃんとあの開こうと思ったのね、2位に入ったから嬉しくて。そしたらあの1日だけにし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われたので、1日だけにしました。超很厉害，谢谢。Hello， 大家好。我刚才回家，然后全身湿了。谢谢福福猫的真情告白，然哥。桃になんでこれ×にしてるの？なんでこれ桃×男みたいな。先生リクリクで全身告白もう2位だけする。違うの聞いて、もうね緊張しすぎてもう夜もド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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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てるっていう悲しみ。先生リクリクの深淵水泳さんで、やっぱりこの気持ちは一刻にも早く皆さんに伝えた方がいいと思ってじゃあ返しました。因为我是报第二名，然后很想很想早点跟他说谢谢。虽然我那个投票活动还没有结束，但是我很想要赶快跟大家说谢谢速报的时候让我当第二名，所以我就今天就加开了，然后明天就是正常开。因为我今天是加开，所以我今天比较短一点，因为我刚回到家，然后就原本是想要提早开一点点，但是因为我外面下太大了，就没办法提早回家，所以我今天直到那个官方的直播开始这样子。谢谢店长的掌声鼓励，哈利党空帮我店长，谢谢你的掌声鼓励，谢谢塞尔宝贝的幸运四叶草，谢谢 Cake 的幸运四叶草，莫里克里克，谢谢你的四叶草 ，this。一个感觉的，谢谢几位的掌声鼓励。对，我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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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想要早点跟大家说谢谢了。何でドキドキしよう。あのね、もうね、プレッシャーに負けそう。マジでプレッシャーに負けそうだし、もうなんかね、もういろんな気持ちで複雑になってる。多分ね、メイの性格自体が考えすぎというかなんというかなんだけど、そうなの。一定能保持下去的，准备好你穿礼服装的。三号先生的掌声鼓励。まあどこの道からここが落ちていくしかない。そうなんだよ。だからすっごくね緊張してるの。三号先生的掌声鼓励。谢谢江江送了好多礼物。Hello Kicks， 女仆一定穿小薇。Hello Gamer 一零，今天好像很多人呢。我今天只要开了，不是改到今天，所以明天还是会开。明天也要来看哦，大家。今天是只要开。不是改到今天，为什么加开呢？是我真的很想要早点跟大家说谢谢了，但是我想要再次开心，这次开心了，看到第二名，觉得自己也被吓到，然后我相信很多人被吓到，很多很多包含成员还有粉丝们一定会觉得，为什么是麻友？
对不起，如果让大家失望的话，真的对不起，觉得很抱歉。但是我是很开心，我是真的很开心能看到就是世报第二名这样子，我真的很开心也很感动。然后现在不是很安心，现在是更紧张，因为看到世报一定会有就是很多变动，然后怕这样子就是直接掉下去之类的。然后因为毕竟我现在是前三名内嘛，那我也想要保持前三名这个名次。我知道很难，但是蛮想保持的。对，什么叫为什么是麻油？谁那么过分？没有，我是想太多吗？可是我猜大家一定有被吓到。我看留言也是看到什么麻油是麻油太神奇太神啦，还是太神奇啦什么的吗？就是没有一个人在骂我啦，但是我觉得我知道你们也被吓到，然后如果让大家失望的话，真的觉得很抱歉。这样子可能是我想太多了，但是我想要早点开直播，虽然我明天就会开直播，但是我真的很想要早点跟大家说谢谢，早点帮我投票，然后我知道大家都有帮我投票，真的很开心。麻油想太多啦，为什么不能是麻油出来决斗？没有啦，可能是我想太多了，高兴都来不及。对对对 ，Tokyo Bus， 谢谢你的 Poppy Cat 的大量发声，谢谢你晴天的枫叶。そうなんです。だからすっごく悲しいです。悲しいじゃない。嬉しいです。我也很替你感到开心，怎么会失望？我是很害怕啦，很害怕。我再讲一次，用日文再讲一次好了。速報を見て、まあ、12日までの12日かな15日までの統計結果なんだけど、それで一応2位を取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本当に嬉しいです。本当に嬉しいんだけど、今は嬉しいっていう気持ちよりもすっごく緊張の方が多くて、なんでかっていうと、なんだろう、私が2位でいい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と、その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すごく素直に1位になりたいですって言えないこのもどかしさ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て、なんかすごく喜んでくれてる人は絶対にいっぱいいるんだろうけど、それによって悲しんでる人がいないかなとか、もうすっごいいろんなことを考えちゃって、でなんかせっかくこの中間発表で2位っていうすごいいいランキングを取れたから、これを落としたくもないし、これで落ちたら、あ、やっぱり前じゃなかったんだなって思われるんだろうなって思ったり、なんか、まあ、1位を取りたいって、そういうなんか、なんだろう、そんななんか、貪欲じゃない、なんて言うんだ、欲しがりなことは言わないけど、できればランキング全3位には入っておきたいなってすっごく思いますって感じです。だからすごく複雑ななんか気持ちなんだよね今。リクリク谢谢分享直播，你不是星期六开直播吗？今天是加开，明天也会开直播，因为很想要早点跟大家说谢谢帮我投票，然后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现在的心得，所以就是今天也加开了一个小时，对。希望能让他们开始追忆麻油，能拿第二名真的是因为麻油很，我真的好想哭哦，我真的觉得大家好棒哦，真的好棒哦，真的谢谢大家，我很开心，我真的很开心。ビリキながら追加します。本当にもうめっちゃくちゃもう本当に嬉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蛋黄哥晚上好 ，Tokyo Bus 晚上好。对不起，没有念到你们的名字的人，我从现在开始念好吗？虽然麻友那么努力拉票，会这样也很正常啦。真的吗？然后我刚刚说的事情 ，Hello Cookie， 我新饭，你是 Cookie 对不对？江江麻友第二绝对不是什么，那是怎么念？我刚刚想说的事情是，因为我现在很怕掉下去，然后没办法维持前三名，然后到时候一定会被觉得，哦，还是果然不是麻油，你懂我意思吗？就是
现在第二名，那可能让很多人紧张了，可能很多人吓到了，然后就是怎么说，如果我真的掉了前三名的话，大家看到结果会觉得哦，果然不是马友，所以我不想要有这种的感觉，所以我希望能保持前三名。虽然我很贪心，我真的知道，然后又不是在叫你们帮我多多投票，是在怎么说，是在分享心得，不是逼你们做的，真的不是逼你们做的。然后我也很开心，这么多人帮我投票，真的很开心。都夜旅来梦如初心，一个安 happy 一节，一个安 hello， 都危险 hello， 啊都得追加收，本当に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皆さんの一票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大事な一票って分かってるし、で会員になることだって高い安くないし高い、私からしたらすごく高い。と思ってるから、追加してくれる欲しいとかもうそんなに簡単に言えることじゃないって分かってるんだけど、本当に嬉しいです。 そのお気持ちが嬉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じゃおじゃお様お覚えに、マヨおかかの店長、マヨ真的不要想这么多负面的啦，因为太紧张了太紧张了，我本来就是很容易想太多的人，然后拿到第二名就觉得哇塞，连自己也吓到，你知道吗？妈要想太多，小火了，没事，正常现象。一个案，礼物挪，西亚亲你，小熊猫，一个案，谢谢你的掌声鼓励。平岩巴地蛮有快乐就好，我现在非常快乐。もう私の票なんていらないと思うけどね。もう本当に尊敬さんもたくさん投票していただい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本当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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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のすごく大きな、なんだろう、パワーになってます。っていうことを言いたくて今日はね開いたの。龍幻滅。所以说这个排名公布反而让人压力更大，很开心，但是因为自己也被吓到，所以有点就是怎么说，就很紧张，然后很想要保持这个名次这样子。谢谢小五的真情告白，然后因为看到速报，因为很开心，然后想要再次开心，不想要。看到最后的结果的时候有点失落这样子，因为毕竟大家帮我投了那么多票，那我也不想要就是下次看到结果的时候是掉下来的就是结果，懂我意思吗？想要跟大家一起再次开心这样子。马友好厉害，居然第二名，好刺激，我也觉得很刺激耶，我自己也没办法相信。一个人先期待女仆装，一方面太紧张，一方面太意外，对我自己都觉得很意外。嗨 hello 叉叉 ongoing 1111关虚 hello 盐巴弟真情告白，谢谢小的真情告白，酷酷猫说谢谢谢谢，まだ誰も一票も入れてないね。それは嘘でしょ、本当に投票してないよ、ほんまに。そしたらじゃあ投票してないんだったらこれまで投票しなかった分を投票し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再次恭喜マヨスーパー第二、希望能维持下去，真的很希望。先骑车回去的，外面下超大的，骑车要小心哦。虽然我只是小小一票，但也证明了很多人喜欢マヨ。我跟你说，因为一票不是便宜，对我来说蛮贵的，然后我相信你们的一票真的很珍贵，然后我知道很多就是很多粉丝都喜欢，很多成员应该是说你们都是大弟弟，然后就我知道你们的一票真的很珍贵，所以能就是怎么说，能收到你们的一票也很开心，因为我知道一票多么的珍贵。国泰 Hello 小麦鸡会继续帮马友宣传啦，谢谢店长。结果が出たら
一緒に喜ばせてね。いや本当に結果出た時にやっぱりメイじゃなかったんかとか、なんかあーメイちゃんやっぱり何位まで落ちちゃったかとか、もしかしたら入らないっていう可能性もないくはないし、だ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みんなを悲しませる、みんなを悲しませるのもそうだし、自分を悲しませたくもないし、だから一緒にみんなともう一回喜べたらいいなって思います。你们是被通知要拍影片，可是不知道那个影片是要干嘛的吗？对，一看谢谢你的 Popcat。妈有今天可以领粉丝团的福利吗？我上次已经给大家了，结果你昨天是在干嘛呀？忘记了，我一半的人给了。一个一个，谁是代理的？你不是吗？真的不是吗？李天天 ，Hello， 父母蛋黄哥，谢谢你的枫叶一票。鸡笑成多有此刻芝麻有超欢笑会什么东西，谢谢谢谢九蛋 Hello 九蛋 River 酷酷妈给你猜好啦好啦，嗯，还是因为今天只有一个小时，我明天还是正常开直播，还是我明天再给你酷酷妈，明天方便的话。妈友晚上好 Hello 九蛋，好开心哦好热哦，又很冷，很热又很冷，因为刚刚全身被淋雨了，好冷哦。我太没大丁丁了，真的吗？妈有晚上好，西瓜 ，Hello 西瓜。哎，不知道拍的影片要做啥，结果手笔哦，因为我拍了很多，然后给了很多，我原本是以为会被选啊，我等一下po在 IG 吗？就是我原本是拍的比较可爱，是这样。这样的影片，我原本是拍这样的影片，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现实动态的影片给公司了，然后公司选了哪一个奖，还忘记了是怎样，我忘记了，这样子的吗？洞洞，所以我原本以为哦，居然用这个洞洞哦，洞洞那种感觉。弟弟不是最是成员太可爱，没错。台北也下雨了吗？下超大超大超大。马友今天这样直播也算派福利，超想也，谢谢酷酷猫说谢谢的红玫瑰，可能是刚好比二，对，刚好比二，哦哦，哎，应该公司看刚好你第二名，所以就用这个比二的，有可能吧？下次比个一就一定，谁会这样子？谁会这样子？蛮好笑的，阿轩言。被通知的时候真的是吓到了，好饿，我知道啊，下次要比一啊。そうまだ終わってないし、まだ全然諦めてないので、もう本当に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保持很难，加油。我知道保持很难，所以我今天加盖了。我现在想要做我能做的所有事情，对，因为我又不是长得最漂亮的，也不是长得最可爱的，也不是最像偶像的，也不是就是粉丝最多的，那我只能做我现在能做的事情。然后如果这样做能够证明我现在很认真的话就好了。马友有机会拿第一，真的还蛮难，很难呢。比一就会第一吗？压场底呀，有可能吧。马友超可爱吗？超美，超级偶像，谢谢。你已经尽自己的全力了，剩下就交给命运吧。Hello 点中赞，希望马友能更有信心，你要相信自己很棒。马友是最色气的什么东西 ？Hello， 点钟，好久不见哦。嗯，对，点钟，谢谢你分享直播间。哎，我忘记今天加没有加特效哎，看一下，这个好了，我喜欢这个皮卡丘。穿得很性感，这个是穿那个跳那个什么，噔噔噔噔噔噔的那个什么 ，take a picture 时候穿的衣服，跟小百合前面一起穿的。
一起跳的。马友有想要 cover 58单曲吗？我有在练，我已经背起来了，但是还没有拍。我想要很认真拍 cover， 所以对，我不想要只是对，但随便拍，再练习练习吧。你记得对，你记得。Marcos 亚素好看，谢谢。結果もし発表されなかったら、結果もし発表されなかったらメイド服着れないの？結果発表されないこととか絶対ないやろ。期待买个 cover 五十八单曲，谢谢。请你们就是，怎么说？就是，慢慢期待就好。安的，你想看直播吃麻油饭？麻油啊，对了对了，说到麻油饭，我可能要改 catchphrase 嘞。酷酷，我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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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自己的 catchphrase， 但是我可能真的要改自己的 catchphrase 了。所以呢，大家这几天可以帮我想麻油饭的 catchphrase， 但是因为有我有就是我是最爱台湾的麻油饭这个部分，就是可能这是可能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微妙吗？我也不知道，你们懂吗？你们懂吗？所以因为是我是从日本来的，然后对对对，懂吗？哦，所以可能真的要改。里面有进水，然后没办法充电的话，我要怎么办？手机里面有进水，ねどうする？で携帯の中が濡れてるから充電できませんって。マヨ太水啦。我怎么办？携帯ケーブル乾かして。ケーブルじゃなくね？甩一甩。你说手机甩一甩吗？现在吗？我怕等一下就爆炸。现在22%够吗？怎么办？怎么办？我要怎么吹干呐？吹风机热风吹干，可是你们会听到噗噗噗的声音，就会吵死。手机进水放着等。因为我刚刚在外面下超大，然后就淋到雨了，所以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吹风？22%应该还能撑20分钟。你拿电风扇吹比较好，可是会，怎么办呢？是哪里的问题？等一下充电会不会被爆炸、啊？突然变吹气 ASMR， 好笑。西瓜，谢谢你的红玫瑰，谢谢花生小魔术的真情告白。我刚刚说什么？对不起，刚刚好像错过了好多留言。然后就是 catchphrase 的部分，大家这几天可以帮我想吗？然后下次公演或是有活动的时候，可能会改。但是呢，我首先我跟你们说，因为我好喜欢好喜欢麻油饭这个字，所以麻油饭一定要在 catchphrase 里面，然后一定要是你们喊的。巻き込む系のキャッチフレーズがいいので、それを考えてください。可以把第一句改掉就可以了吗？对呀、比如说 ，Hello， 我是最爱吃东西的麻油，你们是最爱麻油的之类的。哈？还有什么？江江。你没有听到吗？鸡肉饭、卤肉饭都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等一下，我真的很棒耶！我真的很棒，先截图起来。我真的很棒哎，我真的很棒哎，你们觉得嘞？鸡肉饭、卤肉饭都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麻油饭。我真的很棒哎，我先截图了。你们也可以帮我想，然后到时候就可以就是投票来决定之类的。发生什么事事情的 Popcat 大量发生。你是正义店长的麻油，你乱讲话你会被打啦。哈利さんすげー。何が？あれパクリやろ。あ、そうなん？パクリなん？可是这样跟刚刚很像。对耶，小周耶。
行啦，不能不能不能偷人家的。对，小周那个，这不是巧，对耶对耶，不行，跟肉肉的很像，对耶，那怎么办？那是用安安的改的，喂，还是我说什么什么饭，什么有什么饭？我忘记了。没关系啦，你们慢慢，你们就真的，这几天帮我想 popcorn 食物，哎，那你 popcorn， 何の popcorn ですか？なに、なに、なに、何がすごいの？今天我只能开到七点呢。因为七点有官方的直播，大家知道吗？今天是生日直播哎，排骨饭、鸡腿饭大家都爱吃，但是你们最爱的当然是麻油饭。可是这样子是你们最爱的，就是你们自己耶，这样不行，这样不行。我先去吃饭啦，晚点回来，好啊。那你只能吃十分钟哦。一碗、两碗、三碗麻油饭都是麻油的，哎什么？要是抄被抄的吗？みんな練練の生徒会見に来てね。そうだよ、みんな見に行ってね。メロンパン、鸡豆饭我都爱吃，但我最爱的是麻油饭。ギフトでポップコーンがあったのよ。え、本当？マジか。大家的麻油饭在哪里？在这里，这个是小智在哪里的那个吧？不过日本，有时候也是哦，有可能，也蛮好笑的啊。那还是我的 Google 小姐，各位你好吗？还是我不超那个官方直播八点开始，不是七点吗？官方八点啊，真假的？是啊，是啊。行ってみます。OK， Google， 晚安，我很好。今天的麻油也很麻油饭的啊，麻油饭什么？哎，等我一下，我先回个 line 好不好？好不好？我先回个公司的 line， 等我一下哦。我不是那个网络不稳，大家等我。我不是那个网络不稳，大家等我。这是 OK 牧場です。卡了，没有没有，我是去那个。这是 OK 牧場です。卡了，没有没有，我是去那个。还是麻油要用别人的麦点，都是每一次都不一样。不行，不能每次都不一样。然后我很想要充电，我要怎么办？不是这个湿湿的吧？是手机湿湿湿的。我再试一次，如果爆炸，他说我的 lighting 什么的 ，lighting 什么东西。他说我的 lighting 什么的 ，lighting 什么东西，进水了。怎么救？你们救我啊！就救我啊！麻油回讯息真快，对啊，超快的。昨天 QM 的还行，怎么的 ？lighting 什么东西的，就是湿掉了。让大自然干，真的假的？那我这样，我现在已经16%哎，天哪 ！iPhone 不是翻睡了吗？我刚刚的下雨真的不是下雨耶，你看那是直接倒水吧？可能这样比较光比较好，赶快光比较好，真的假的 ？Lighting 充电头吧，那一边吹干应该可以充电了，マジか。哎，那我吹，你们先静音好不好？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静音，我看看，静哦，有静音哎，有。
有听到吗？我刚刚是静音啊，さっきはあのマナーモードでした。え、如果开声音的话会很吵哦。超吵的，还是静音。我看看，如果爆炸了，你们真的要救我？谢谢香菇的礼物。如果爆炸了，你们真的救我，好吗？我看到娜娜拿吹风机吹手机了，笑死！看一下，哎，拜托，拜托不要爆炸！如果爆炸了，你们真的要跟公司说，赶快去做麻油。可恶，为什么？为什么没办法？可恶！为什么？为什么没办法？我剩13%，我真的要哭了。没关系，我今天真的是开到直接没电好了，开到直接没电。如果爆炸了，一定是吹风机的错。喂，卢 ，Hello， 大家好。先用干纸巾吸走充电口的水。好，卫生纸可以吗？じゃあエフェクトできるギフトでやめて。この前もしてきたよそれ。めっちゃ。前の手机是有无线充电吗？没有，没有，没有无线充电这东西。我现在在用这个东西戳他的手机的屁股。这样是真的有用吗？哦，你们来救我好不好？我是三 C 笨蛋呢。用卫生纸擦干就好，真的、哦、这样吗？前もやった気がする。そうだよ。插进去，插不太进去，是太大了，是不是？对不起，12%了。我今天是开到没电，然后下次念排版这样子，不错吧？排版，为什么？可是也插不进去啊！マジでこれつらい。誰か助けに来て。ほいほい。はい、開けてます。可能是手机有点，真的假的？有可能吧。目前好像是1分钟1%，好像是哎，我现在是11%哎。神，神配信，神配信，やばい。マヨ有没有行动电源？有，神配信，やばい。マヨ有没有行动电源？用行动电源试试看。电压比较小哦，真的假的？真的哦，那我试试看呐、啊。我的行动电源在哪里？我去拿一下吗？谢谢 Cakes 的救我，你是真的是故意的？你知道为什么他一直送我那种有效果的礼物吗？他说送我这种有效果的礼物，就是很快我的手机很快就没电，所以他就送我那个有效果的礼物。可恶，开心但是很可恶，感觉也撑不到10分钟了。没有试过换一条线吗？换一条线吗？增加耗电量，对啊，真的是吼。特效先关，哎、欸，对哦，对吼，特效先关掉，关了。我觉得尽量早点关机，让手机自然风干比较好吧。真的、哦，可是我很想要开直播哎。没讲直播的，给他吹，哎，都是给你。我说我怪大家，然后送我那个有特效的礼物，然后我自己在那边用特效，超好笑的。那还是继续送好了。坏坏，行动电源也没有电。那
我妈真的不行就改 IG 互动，先去吃麻辣花，再吃，谢谢。看大概有白用的啦。房间的灯也关掉，荧幕会更暗。还是不行，没关系，没关系，就没电了，就不开了。没电了就不开了。有另外的线吗？没有，有是有，但是很远，就上了，就上了。手机关掉，荧幕也会暗。废话。我说麻油，你说饭，麻油饭，麻油饭，啊，什么东西？麻油饭，麻油饭。大家好，我是 AKB48TeamTP 的邓景麻油，想到麻油就要想到我哦。一定啦、啊。可是没电的话，有可能再也开不起来，留电。留点电比较好啊！不要这样好吗？如果再也开不起来怎么办？如果再也开不起来，我要怎么办？那你们先告诉我，如果再也开不起来的话，我要怎么办？还是我用 IG？ 我用电脑开 IG？ 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密码几号哎、欸，我有办法登入吗？真的是洗濯機に入れて直るとか絶対せよ。有人说如果就是用。就是丢到洗衣机的话就会好了，真的是在取笑我吗？怎么可能？搞笑死一个！大家真的是不要以为我好欺负，我好骗哦，我才不会被你们骗到。有人说我要把手机冷冻，然后有人说我要把手机丢到洗衣机里面，我怎么可能会做？还有电的时候先说拜拜，然后我 OK， 那我就留个一趴好了。米の中にすぐ入れるとすぐ乾く。本当？でもお米ないんやが。お米。本当に言ってる？お米の中に入れるとすぐ乾く。その原理は何ですか？その原理は何ですか？我回到家，麻油就要没电了吗？八趴，剩八趴。要洗的洗手机门，先快点看另外一条试试看，不要太嫌太远了。好啦。我的那个在哪里啊？就真的是很远呐、啊，我就不知道在哪里。没有，你有平板或是第二台手机吗？有，但是我不知道我知不知道，我还记不记得自己的密码那些？我登入没办法登入怎么办？用手机放烤箱让水汽蒸发。哦，你张张，你真的好聪明哎！那你下次公演的时候，你的手机给我，你就是把你的手机，就是弄湿。你就是可以把手机放在那个 Seven 的烤箱，然后就回复了，对不对？张张，你先就是给我你的手机试试看，就证明一定以后怎么拐麻友，你要拐我。那要不要试试看零点麻油？笑死，零点麻油。我刚才那乾燥効果あるからね。え、マジで？本当に言ってる？说洗衣机的真的不行，要去拿。太好笑了！哎、欸，我跟你们说，剩六趴了，压着，跳一下舞，随便就发。骗人！等一下，我要试试看，我再次试试看。好不好？ねえねえ待って、ジョンカニさん、ちょっとそういうの嬉しいけど嬉しくない。待って、ユーファンシン再见、ファンシン再见。え待って、マジで辛い。待って、五趴、虽然是剩五趴，我要再次试试看呐、啊。但是他又先，黑流先，谢谢你的真情告白，花生小魔术，谢谢你的粉玫瑰。哎，我先跟你们说重点好了。今天是加开，所以明天也会开直播，明天也会开直播，大家，明天也会开直播，大家记得哦。江江，谢谢你的 Pop Cat， 谢谢你哦。然后什么？然后我中间速报有被公布。
我是第二名，然后我希望我可以维持前三名。我吃的很难，然后我很贪心，但是我希望可以，达成这个很大很大的目标。对，然后很谢谢大家已经啊，谢谢已经帮我投票的大家。然后对，就这些吧。然后我今天是加开，因为我很想要早点跟大家说谢谢，这样子对。谢谢 Kicks 一直送我爱的小熊，其实谢谢你的一封信，江江谢谢你的 Pop Cat， 麻油可以的，谢谢大家。那そろそろ行けたっしょ、マジで思ったけど。麻油要不要试试看对手机放电？好哦，麻油的手机。他说我还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他说我还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呢。他说我还要几个小时的时间。行的，没得行的呢。我要放一个，放一，我要留一趴，我要留一趴。哎，如果我真的没先充电了，我跟你说不是的，因为连到雨，然后手机坏掉了。呢，总跟你说。ポップコーンじゃなくてポップキャットだ。だよね。ただ持ってってポップコーンってどこにあるんと思って。谢谢钟哥上的抽抽我，然后我现在已经剩三趴啦，哈哈哈。好难过，我今天是，你看我穿这么漂亮，然后难得这样，手机突然105%了，有电了，冲到我这里来了，可恶哎，我手机真的是，谁叫你下了大雨还是拿。没有，我是把手机放在我的那个包包里面，然后就包包都湿了。刚刚真的是厉害耶！321，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妈有拜拜，超前补书，没坏了，都是保护机制哦，真的、哦、没坏哦。包包，对啊，我刚刚是真的是下大雨耶，老天爷在倒水的那一种，拿水桶这样。那我先念了，我先念了。今天的第十名小五，谢谢。今天的第九名呼呼猫，今天的第八名奇猫奇慧，谢谢。今天的第七名是滴咕滴咕，谢谢。今天的第六名黑流星，谢谢。今天的第五名江江，谢谢。今天的第四名黄闪闪魔术，谢谢。今天的第三名 cookie， 谢谢。今天的第二名 kicks， 谢谢。今天的第一名钟干山，谢谢。我明天也会开直播，大家明天也会开直播。妈又是为了赶回来开直播，对，真的是啊！如果我刚来一下充好电，然后如果是八点前的话，可能会再开一次。好了，真的是刚才我才刚念版，我才刚来就念版了，没办法，我的手机真的是，我没办法充电，加油！今天感动开台，真的哎，哎呦！我先充电了，你们等一下是可能会看到我这样子，拜拜。バリウケる，回来了，回来了，我可以充电了，我可以充电了。我可以充电了啦，我就说了等一下呗，我就说等我回来嘛，还真的开，真的真的我真的可以充电了，所以我就开了。大家赶快回来啦，赶快回来啦，赶快回来啦 ！Hello， 田中 ，I'm going 与阿宙福福猫，谢谢澳门客，谢谢您好，谢谢奉献我们迷，谢谢快乐开心，谢谢开心快乐可爱乐开心城，哎，飞哥 ，Hello 香菇，洛克 ，OK 你，可以充电的，超开心的，麻烦性粉丝滚蛋中，我跟你们说。我刚刚是在外面下那个什么淋雨，淋到雨，然后手机没办法充电了，所以我刚刚是开到直接手机没电，然后就关掉了，手机2%剩2%就关掉了，后来就关机开机，然后充电就可以了，所以我就回来了。Hello 大家，
开心吗？我回来了。Hello， 没那个开的鬼，马友又开了，赶快跟大家说，马友又开了，马友又开了。等一下，等一下，快点跟大家说，马友又开始了，因为我怕大家没有收到通知。马友放了大家，赶快回来啦！现在有红包，赶快回来啦！真的，仓库，你跟大家说一下，马友又回来了，我迟到了，断钩。对啊，因为我刚刚开到剩2%。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藤井麻友。大纳赛 ，Hello 伊藤角花 ，Hello 皮卡丘，谢谢你 off 追踪我。Hello 双麒麟 Jackie，Hello 小薇，欢迎你们回来。西星 Alex Lee，Hello 施凡明福，谢谢你追踪我。一度奥巴马，谢谢 MJ， 嗨，阿里嘎多三哥，酷吗？www hello， 红包啦红包啦，赶快抢啦！谢谢谢谢九九送我粉红玫瑰，谢谢他们888，谢谢你。手机账复活了吗？对啊，手机账复活了。大家好 ，hello 唱什么？我没有看到，谢谢你们送我礼物。hello， 我的手机复活了，但是我手机也是剩6%而已。应该是还行啦，我现在手机可以充电了。对啊，笑死！我刚刚就关机了，我开机就可以了。然后我现在那个把手机的萤幕调到最最暗最暗。谢谢虎虎猫的真情告白，还有酷酷猫、亚素、还有司徒，谢谢宣扬。大家怎么还没回来啊？宣扬，我跟大家说的，我说。我就说 iPhone 没那么容易坏吧，对。可是我是3C 笨蛋，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办。小鱼 ，Hello， 手机这样复活，对啊。不过你有确实吃一根充电刺吧？有啊有啊，有吧有吧。等一下爆炸了，就是表示我没有吃一根呐。Hello， 北门美子店长 ，Hello， 凤照。怎么大家还没有回来？我明明就说如果我可以充电了就可以回来。啊，小卡拉卡，啊，主播晚上好哟 ，Hello Hello， 怎么大家还没有回来呀？酷酷，东海龙王 ，Hello 南海龙王，怎么那么多龙王？七诺维，谢谢你的枫叶，我们原本就放弃了，看来要把麻油设定独家追踪了。应该是不会爆炸，顶多手机开始发出怪声，真的假的？浩克，谢谢你的 Pop Cat， 主播我回来啦 ，Hello 爱撒娇，谢谢洛克，谢谢洛克的 Pop Cat， 谢谢大家送我小鱼子，谢谢烂，谢谢排球，谢谢蛋糕，谢谢男神蔡小子轩，谢谢威米尔卡丘二号，谢谢你安莎卡拉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礼物。香菇，谢谢你的 Pop Cat。アシャカラカ、谢谢ハリさん帰ってきた、ハリさんお帰りなさいです。ナヨ、Hello丸子，谢谢你追踪我。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藤井麻友。リクリク，你回来了，终于。リクリク，お帰り。何に很久了呢？バイバイじゃなかったの？あ、さっきはね、携帯が水に沈没して、充電できなかったでしょ。で、そして、で、ライブ配信開いて、速攻携帯閉じて開いて、ちゃんとティッシュでめっちゃ拭きまくってしてたら、なんか充電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から戻ってきました。ね、ゾンカニタンとか来てくれてないから、早く来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ってください。言っててあげてください。ホスト、ハロー。ハロー、大家好。远远，现在几点了？我可能开到7:20左右。远远 ，Hello， 远远，天空地空 ，Beyond，Hello， 陈。刚刚马友你说的自我介绍词，我觉得第一句改成我最喜欢跳舞的马友就好了，好像也可以。那抱歉，让马友久等了，哭哭，想你了，谢谢大环来看我直播。
我最喜欢也是吃也行，我也觉得最喜欢吃也行。Hello， 小南大哥，玉和 ，Hello， 维华，桃花哥，欢迎你回来，叔叔 ，Hello，MC Tiger， 阿华。闪开！我的钻白主场，有钻白笑容。干净没流，谢谢你的玫瑰。二导流，怎么麻油放了大家一部分的大家回来了，一部分的大家都没有回来，啪啪照 ，Hello， 啪啪照。啪啪照 ，Hello 六秒，可能换他们手机进水了，有可能吧？他们可能把手机就是丢到洗衣机里面之类的。眼巴内，谢谢小鱼弟，很棒棒。大家手机坏掉了是不是？江江阿妈又回来了哦，手机可以充电了，对，可以充电了。我手机没进水，脑袋进水。我跟你差不多。Hello 阿奇，平蟹 ，L L B I P。手机进水了吗？我等我一下下，我可能只能开到7:45:20那边，可以开特效了，可是我还是不要好了。小五，你回来了。怎么那么慢？你回来了怎么那么慢？我三分钟就回来了呢。电量不足还是先不要开吧。回到家了啊！你刚刚回到家。猫肚，看到猫肚。我跟你们说明天还是会正常开哦。Hello 黑流星，前十分钟什么？前十分钟没听到麻友讲什么等等。好啊，好险没下雨。哦，下雨了就可能跟我一样，就是手机进水，然后就没办法充电，然后没办法看我直播这样。Rex， Hello， 哥哥们给你讲，明天可能看不到，为什么？不然麻友有除湿机的话可以打开哦，真的有帮助吗？好哦，玉米帅哥今天也来了，谢谢你今天也来。有充电了吗？对，有多载多难，真的多载多难，多载多难，可以把手机放在除湿机上面，好哦。我要这两天滚来滚去的，直接拿起我起锤，我刚刚试过了。宁宁 ，Hello 宁宁 ，Hello 暗红，谢谢你的红玫瑰。我打错字还念的了，中文周字，当然啦，当然啦。何にも影響の調子を違うんよ、さっきさ外おったんよ、そしたら雨降っとって、雨が水の中に、雨が携帯の中に入っちゃって、携帯が充電できんかったんよ。でさっき開いとったけど充電でなくなったから、でまた閉じて充電して戻ってきたって感じ。对手机怎么样？手机扣很扣吗？九蛋欢迎你回来，微小飘。ドナウルキシャ、ねえなんでみんな帰ってきてくれんと？悲しいよ。大家怎么没有回来？あ、待って帰ってきた。ジョンカニが。リクリクシシリの粉マイガイ。ねえ帰ってくるって言ったのにさ、帰ってくるの遅くない？そうなの。じゃああとね15分ぐらいしかない。对手机还练口上。マヤ中文真的好强，跟阿布有的比。バイバイってひどくない？ハロファンファン。いつやるかわからんもんね。分からんもんね。なんでみんな帰ってきてくれんの？めっちゃ悲しい。現在狂丢特效的话，妈的手机还是有缺点危机。没关系啊，没关系，这也好啊。我觉得蛮有中文更强呢。谢谢眼巴弟，谢谢你的礼物。呱呱 ，Hello 呱呱。淋到雨回到家，擦干了吗？还是过敏？我没有擦干的，我直接开直播了，我直接换衣服就开直播了，所以没有擦干，没关系啦。感冒就感冒。对了，恭喜书包。对，我今天是加开，今天不是原本的那一天，就是原本开直播的那一天，我是今天是加开一个小时，因为很想要早点跟他说谢谢，就是帮我投票，然后我希望我能维持前三名。所以我今天是加开，明天还是会开，明天还是会正常开。
관료타샤도화我的钱包훨씬잘까好好笑哇好摇什么感冒就感冒反正到时候转来给我就好もうメイド服着たらいいんじゃんそりゃやばい苹果猫 Hello 二号マヨ之前要保重不要感冒了好的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やっぱり携帯は濡れた要素だよ携帯さんに一目させないで今日はここまででいいですあと20分ぐらいで終わることにするパンパンクジュ YWYY Hello 大家なんでケークス回来为什么ケークス没有回来但是赶快赶快跟他说因为他会他要断狗断狗啊拜托拜托跟他说笑死啊等20分看到麻油的腰了怎样麻油的腰もう終わったと思ってるんじゃ早く言って LINE 知ってるでしょみんなみんな LINE とかインスタとか知ってるでしょ言ってくれたいお願いしますHello 原子晚安主播跟我同日生真的假的二号你也是十月三十号是不是谢谢小五的 You 谢谢妈 You 的 You 今天麻油穿得好漂亮是裤子还是裙子都是不欠卡あるからダメそうなんだダメそうなんだダメですね聞いてちゃんかにさんちゃんと私ダイエット一応してるんよでもねなんでね私はねあれなんよあのすごくお腹めちゃくちゃ痩せる人だけど下半身はあの筋肉質であんまり痩せないタイプの人でお腹がどんどん欲しくな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でもお腹出す機会ないっていうこれからライブ配信ねどんどん見せていくよお腹をねもう晚点一年真的マヨ有43公斤も当然有啊我是163ね下半身下半身我不会变瘦我到现在还没有过不签卡真的太棒了谢谢麻薯二号的枫叶太棒了所以你每次都有签到的意思很棒呢怎么 Cakes 还没有来伟如 Hello 我怕他会断狗他也不能断啊他也不能断爆笑谢谢小薇的掌声鼓励我希望有不签卡我163年骄傲的表情妈有什么时候要拍跳舞的影片很久没看到了今天哪有我上次明明就有拍那个你就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最近呢可是我也会拍那个啦就是那种什么路马的 Geeks 的补签卡应该还会有很多吧不行他不能用补签卡谢谢小薇的掌声鼓励インスタ DM したけど見るかな？なんで？なんで？何してるん？マジで。なんで？あと20分、あと17分しか開けんないけど私。五十八舞蹈真的好累。可是那是我喜欢的风格欸。皮卡丘男爷 ，Hello 夏鲁。哒啦哒哒，我补签卡都不知道要干嘛。哒啦哒哒，是啦。是拉米当的呢，是拉米当大夫的呢。あよかったでも今日開いてみんなに早く言えたから嬉しい何よシェシェにハローマヨでもねでもねまあジョンカニさん分か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さなんかやっぱもっと頑張らないとなって思ったみんなになんかえマヨがって思われないように頑張れね本当に投票してないけど動いてしまってそんなこと言っときながら投票してくれてるんでしょもう本当に嬉しいまあとある親もさんももうジュージャーニューヨーのイベントで諦められてるからマヨでなんでジャーカイするのごめんよわ我是因为很想要早点跟大家说谢谢已经帮我投票的大家所以我今天就ジャーカイ了因为想要就是一秒一分钟一个小时也想要早点说对然后我知道维持现在的名次吗很难很难很难然后我相信很多人都被我的名次吓到然后但是我很想要维持这个前三名所以我继续加油我继续加油所以播到他回来咯
他回来我可能真的要关掉了。ありゅたん、クラブさんは投票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けど、絶対そんなん言ってきながらね、してくれてるんよ。私は知ってるんよ。ハローマイク、はい、谢谢、加油加油、CJ1103。对不起、如果你没有念到你们的留言或是你们的名字的话、对不起。KX 到现在还没有看讯息，我怀疑他不是正在买，还是手机进水的。我相信他是手机进水。これから晩ご飯なので。ねえ、何さんつらいよ。全然盛り上がってないから3位狙えるんじゃねって前言ったばっかやね。だから、いや、なんか、まあ、盛り上がってないからこそ私が2位っていう結果を手に入れられ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けど、私の中ではすごく嬉しいことであって、光栄なことであって、すごく感動してて、まあ、でもみんなに、なんでめいちゃんなのって思われないようにしなきゃなみたいな、そういうのがあるのは多分ジョンカミさんは分かってくれるはず。13位は目指さないよ、もちろん。ケックス、我今天開手機了。什麼？今天不開手機了。ねえ、つらい。だって思ってるもんね。どういうことだって思ってるもん。親がチューポン見ながら食事できないのでごめんね。あ、そうだよね。そうだよね。そうだよね。全然いいよ。明日ね。なんでまゆちゃんが2位やねんって、あ、思ってるってこと？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ロゴを恨んだジャッシュワンダは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って感じなんだけど。いっぱい食べてきてるね、ハリさん。まゆちゃんも、あ、ハロー、じいちゃん。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って感じなんだけど。私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いや、本当に、それで泣いて2日前速報を見て感動して泣いたんじゃなくて、もうなんか複雑な気持ちになりすぎて、すっごくなんか久しぶりにそういうので泣いたわ。まあ泣き虫なんだけどね、元から。でもなんか久しぶりにそういう感情になって泣いたわ。だからちゃんと頑張ろうと思って、自分が頑張って自分が結果出してたらこんなことで泣くはず絶対ないし、泣くわけないし、だからもっと頑張んなきゃねと思った。リクリク、テンちゃん、シェシェクッキーのすげーちゃう、テンちゃんね、我会努力的。刚好三周年了，我真的要努力了。加油！頑張れることがあると知りながらやってないからな。頑張れることがあると知りながらやってないから。例えば厳しいことをおっしゃいますね。例えば何でしょうか。加油加油、好的。それでもファンを応援してくれてるのに、そうなんだよ。私はなんかファンの方になんか押しててよかったなって思ってもらえるアイドルになりたいなって思った。ね、もう本当にインスタ投稿さ、もういいよ、もういいよ。逆ギレ。意思就是之前没努力。麻油什么？你说什么？麻油今天好正。什么？蛋黄哥。哎，说认真的，麻油看到 number two 超级开心，从第19、87没看到麻油就对，我知道，超级伤心。谢谢阿奎的 pop cat， 谢谢你今天麻油超级正，谢谢。阿奎，你看完阿杰的直播了哦？哦，蛋糕了。哎，因为呢，我刚刚开了直播，但是我的手机没电了，所以我今天就重开了。对不起、インスタ頑張るって言ったのに何してるんねんって言ってる、何してんねんって言ってる人おったからな。マジで俺やなくて、嘘やん、誰が言ってたの、めっちゃごめんなさい。 JJ、 あ、可以送花剣不够。真的可以这样子。ゴゴ杀手、对。冗談来应援了。そうだよな、マジでな、インスタな。あ、でも昨日からさ、宣伝できるらしくて知らんかったんやけど、なんか宣伝できるなって、いっぱい投稿してくれてるのにね。俺が泣くわ、ごめんごめん。我的27什么200ちゃん实在没电。对不起对不起，其实 KX 也蛮可怜的。蛮可怜的，因为我刚刚跟他说，我刚跟大家说，如果我的手机有办法充电的话，我会回来再开直播。然后他到现在都没有看到大家传讯息给他的讯息。哎，回来了！天哪！我跟你说，大家为了你传了很多讯息，因为我怕
你断钩。这个是应该有很多补天卡，可是就是用补天卡跟没有用过补天卡的那个价值不一样，对不对？クラブさんは殴るよ。问号是什么东西？我刚刚说，因为我刚刚就是可能就是关了之后三分还是五分钟就重开了，然后一直叫你来，然后一直请大家帮我传讯息给你。全程等你一个，对，全程等你一个，哥哥妈给你赞，谢谢你的红玫瑰。哎，重点是没看到麻友，不是狗狗啦，对，可爱不一样啊，又不是真的没来才断狗嘛，才断的，呜呜，对不起啊，葵，那拜拜吃饭去，好我眼巴弟。谢谢眼巴弟帮我投票，超开心的。麻友大姐姐晚上好啊 ，Hello 弟弟。谢谢阿葵的告白气球，再来就是麻友要开到九点的没有哎，我差不多在十分钟吧，因为等一下有官方直播，我要早点关掉。嗯，原本我跟姐姐说我是开到，哎，我是六点到七点的，所以我已经超过了，我怕被骂。其实我工作时候基本上不能用手机，不过嘻嘻，啊，现在还在工作，真的假的？你现在还在上班？对不起。不准关，没有謝るのが気がないですね。欸？你明天还会开吗？对，明天还会开。不要住，大家谢谢咯。不要骂麻友，什么骂麻友？有人骂麻友了吗？不要骂我，我是玻璃心麻友。一零 ，Hello 一零，我准备上班。哦对吼，你是晚班的，是不是？啊，今天好开心哦。周末前加班加油，こいつにいいから外せ。え、なに？ごめん。もしコメントが見えてなかったらごめんなさい。あ、クイシェシェ、送我好多红玫瑰。麻油骂我。我是玻璃心麻油。マジで最近玻璃心だと思うわ。自分が。泣ける。继续当薪水小偷。だからさっきコメント。え、うせやん。それも見えてないもんだって。なんかさ、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是。这样，然后就有时候没有看到那个留言，真的了，相信我，真的是没有念到你们的留言，表示我真的没有看到，我看到一定会念，好吗？如果我没有看到，你可以跟我说你刚刚没有看到，或者是你再打一次。はい、先時間もまないやつはカレンダーのルシコくないからな。いや、もうやっぱりでもあと8分開く。不准念。谢谢姑姑妈给你赞的红玫瑰。看到中间是报有成员传讯息，恭喜你们，完全没有，完全没有。David 是言い訳を探すのめいちゃんです。上戻れよって話よね。え、違うんよ。これ上戻るやん。上戻るやん。またさ、こうジュンってなるんよ。わかるかな？こうなんかジュジュジュンってなるんよ。なんだよ、だと天生日的。对呀，我是11月30日的。今天穿这样我跑不了。谢谢 JJ 的幸运四叶草，谢谢。谁考试会恭喜第二名的啦？对啊，而且是速报，不是真的最后的结果。最近两天的直播衣服都很好看，这个是我的压力，你知道吗？因为上次有人说哦，下次也很期待麻友的服装哦，然后我就想说，我今天就是。我全身淋雨了嘛，我想说穿个大 T 恤就好了。我想说，嗯，不对哈，上次直播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很期待麻友下次穿的衣服，然后就穿了这么漂亮的银牌麻友。そうです。杨永伟です。我是杨永伟，银牌杨永伟。ならん上行ったらずっと止まるもん。止まります。マジで止まります。麻友服感穿什么都很好看，谢谢。きれい。台湾上将 ，Hello， 悲しいですね。君のコメント全部マジしてないよ。那我该期待明天的衣服。哎，不要这样，好不好？三十二，杨永伟，对，我是杨永伟。321的，是不是红包？耶、yeah, ，红包，然后我就按不到。我按不到红包，我的手机真的坏掉了，难过，我真的是按不到红包。谢谢你送我红包，谢谢焦屁股，谢谢你的红玫瑰，谢谢阿奎的指南针，谢谢浩克洛克的 pop cat， 谢谢阿奎的指南针，谢谢红包阿奎，谢谢你的礼物。麻友ちゃん浮かれてるからな、みんなで助けそう。いやもう本当に浮かれてる、正直浮かれてる。でも
でもみんなを失望させないようにっていうのと、みんなの期待に、期待っていうか期待じゃないのか、なんだろう、そのなんかよくわからない複雑な気持ちです。でも調子には乗ってない、浮かれてるけど調子には乗ってる、乗れない。下次带金牌去找马友，银牌吧，你带银牌找马友好了。リクリク谢谢你的 baby， 谢谢红包阿米，リクリク。でも本当に感謝してます、ジョンカニさんもありがとう。再麻烦你给马友妈妈奖励了，阿姐的靠山。对呀。而且刚刚秀了我给他的饼干，对不对？我知道，我刚刚看到了。なんでこれ？あ、取れた。いけた。あ、絶対もうないよね。あ、ない。本包一抢完。腰，对，我腰好细哦。ズジちゃん、あれでもそれで、まあ最後にグーンって上がるメンバー出てくるから、そうなんだよ、もうね、本当にそれがなんだろう、緊張というかプレッシャーというか、中間発表で2位だから何って話で、まあすごいことなんです、本当にすごいことなんだけど、もっとすごいメンバーからしたら何って思われるかもしれないから、もうそれをなんていうの、本当に保ちたい。そごファンコイ、もう一丁行くぞ。あ、でも我今天開到7点7、あ、在4分钟而已、抱歉。要現在超多真的不可預測。3、2、1、勝手に言った我自己じゃ、3、2、1。はいはい、中間発表だけ2位の自分、そう思われたくない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し、そう、もし2位から外れちゃうと、なんかなんだろう、こうやって頑張ってあの応援してくれてるみんなとか、まあ、ケイックスもめちゃくちゃいっぱい投票してくれて、まあ、ジョンカニさんも絶対に投票してくれてるし、投票して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けど絶対投票してくれてるし、だからもうみんなにもうすごく申し訳ない気持ちにならないように頑張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はい、シジホンパオ。あ、でね、ケイックスに現在有在听吗？有在听的，有办法听的话，可以回我，可以，可以回我，可以吗？谢谢你的红玫瑰，谢谢药师的阿奎，谢谢你的小鱼弟。你红包是不是没有开粉丝团？我现在是开礼物的，对不起。申し訳ないってことじゃないよ。あ、有在的意思吗？ケイックス。あのね、もし私の勘違いだったらごめんね。でもね、なんか最近ね思うよ、ケイックスがわざとなんていうのわざと私に焼きもち焼かせようと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すっごく思うことがあって、なんだろうな、なんて言ったらいいのかな、私の勘違いだったらあれなんだけど、まあそうなんだろうな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て何個か、だから、まあ、そういうことはしなくていいんだよっていうのを言いたかった。なんだろう、まあまあファンの皆さんもファンとアイドルも人と人だから、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大事だと思うから、え、私の勘違いないよな、あのね、なんていうの、ミレイのライブ配信とかでなんていうんやろ、分からんけど、まあいいや、じゃあまあいいや、まあなんかわざと焼きもち焼かせようとしてるんだったらそれはなんだろう、逆効果っていうか、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逆効果っていうかわからん、なんて言ったらいいかわからん、なんかまあそういうことをしなくていいんだよって言いたかった出したものに対する見返りが合わないとね、投票の話、語彙力がめちゃくちゃですね。そうだね、言ってること分かんないかったらごめんなさい、まあそれはそれでいいよ。リクリク、シェシェニン、あと3分だけど、あ、本当だ、あと1分だ、20分まで。シェシェン、ダジャソンモリウー、ホンメイグイ、いろいろごめんなさい。ダションタン、シェシェニのホンメイグイ、我浩哥啦，可以放一下中文吗？太快，没有啦，就没有什么啦，没有什么好翻译的，真的没有什么好翻译。直播晚上好哟 ，Hello，
JJ 谢谢你的枫叶 Gemini Adam 面板。好哦，那我就念这一场的好吗？因为我刚刚念了上一场的，那我念这一场的。现在这一场的第五名开始好了。今天的第五名是 Cookie， 谢谢 Cookie。今天的不是，这一场的第四名是耳机酱，谢谢。今天的这一场的第三名是小五，ありがとう。今天的这一场的第二名是リクリク，ありがとう。今天的第一名不是，这一场的第一名是阿奎，谢谢。とにかく頑張るから。いや本当にね、本当にね、俺はわかる。うんうん。いやわかる。わかる。ありがとう。あとね、なんだっけ、そうだね。だからまあそうだね。だからなんだろう。みんながすっごく頑張って。まゆに対して応援してくれてるのが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ということはとりあえず伝えたかった今日の重点です。赶快去洗个热水澡，才不会感冒。息抜きも必要やねん。え、何？私？どういうことや？息抜きも必要やねん。どういうことや？その意味を教えてくれ。谢谢まゆ、オタク。オタクの息抜きも必要だね。どういうことや？マジで、ね、その意味を教えてくれないと私はもう閉じれません。先生のチャージして。今日の配信、今の眉が調子に乗ってるの結構傷つく。意味深。バイバイラー。本当に意味深なんだけど。意味深なんだけど、吃飯中。我也要吃排骨汤了。また明日、我明天也会。開始今日の夜に横になってゆっくり考えて、いやもうやだ、もう考えたくないよ、もうなんかもうこの3日、この2ヶ月ぐらいずっと考えてるからもう考えたくない。結果是谢谢你的真情告白，谢谢香菇的 kiss to you。明天也会开，对哦，我今天是加开，不是改到今天哦。明天也是麻油饭，ねえなんで言ってくれないの？長谷さん、教えてよ。我学的哦，我明天只能挂听了，好哦。なるほど。芋头，拜拜。爸爸爸，明天也有麻油，好幸福啊！拜拜，注意身体，不要感冒。好的，辛苦了，拜拜。また明日。あ、そうだ、一つだけ言うと。一つだけ言うと、名前は変えないでよ。名前は変えないでください。トプガト。以上です。リクリクお疲れ様、我就让拜拜。明天见、滚走。好啦、那我今天就关啦。ジョンカニさんが答えを言ってくれないので、もう閉じるしかなくなりました。バイバイ。みんなまたね、明日。明天见啦。めんどくさいアイドルやな。私はマジでめんどくさい。麻烦しい女朋友だから。とりあえずジョンカニさん教えてね、本当に教えてね、こんなに長文になってもいいから教えてね。ではさよなら、バイバイ。